在此说明 Novelizer 吸入器使用法。首先，转开盖子，放入药粉剂量和剂量数额要朝正面摆放。再次装上盖子，打开盖子，将煎油压到底，装上药剂。此时显示窗颜色会由红色转成绿色。显示窗变绿时，表示吸油器已可使用。将吸油器放在旁边，吐出所有空气，然后将吸口含在口中，尽力深吸气，闭着嘴巴憋气10秒钟左右。再缓慢吐气，此时显示窗会变色。盖上盖子，最后请用水漱口。